各位，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时间来进步，来，请起立，于正，敬礼，阿强子。 我想讲，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讲上那个问题吼。因为我们之前，我想讲，我做一首的分享吼。嗯，坦白讲吼，我们过这侪人，虽然那个用过，我嘛定来用过。啊，不过，伫咧访谈迄段时间呢，吼，我想我是对这，这个转调。 这转调，我想是路径的领导啦，逻辑的领导。即马咱发现讲对，军权的时代，一直行到即马讲民主时代呢，如何能力？所以讲军权，敢若真有一票吼，啊，较袂票，咱来讲人民是头家。要唔过咱发现讲吼，无，其实政治伊个。 通牒出单，如果有乱时阵呢，咱会经过真侪手段，互咱人变了。我算会当去投票，迄张票伊嘛变啊真愈过对，为虾米安尼讲？第一，你若有主张，尤其是即款政变主张啊，我想要问各位，你是第一爱知影。 正确的资讯，而且这个正确的资讯，佮是即卖资讯啊，是过去以来佮即个代志有关的资讯。啊，这个部分，咱若无讲安尼处理真方便，咱去得到这个资讯的时阵，咱敢讲？唔敢。咱佮目前，咱看到咱得到这个资讯的环境，敢有存在？其实，媒体即卖有的新闻台吼。 二十四点钟伊咧播，伊咧播。啊，规工咧新闻报表个，不过我想要问各位，你逐工安尼看，啊，真正个呢吼？啊，若咧报可能会晓在好，啊，若咧报像即个个讲日本个天灾吼，也是讲过去爸爸水灾个同款。伊个报一个月，伊哭一个月，袂食袂困，伊遐凶高高啊！你想看伊去啊？遐个死人拢伊哭两倒半起，啊，厝当起拢倒起去。 因为刚刚先生一年了，等我讲，啊，阿家嘞，那个无厝通住，最近呢，毋是咧好讲大钱，有无？讲啥物买国赔，讲我袂创好袂好，那个是电视无无好玩嘞，那个是电视若无叫我听好玩嘞，那个是电视无无政府已经咧宣布讲，诶，即马毋免身份证，因为咧厝搬去啊。 啊，人死你来对啊，身份证就歹摕啊，所以讲死人即摆有咧摕身份证，就当去报迄个，迄个报死亡有无？毋免讲啊，失踪无，报债有当来报。我想讲，但是安尼讲无准绳诶，因为你去遐有准绳无准绳，所以电视有搞所在有证据诶，电视关键无证据啊。你看伊有是共款啊，他没有去报诶所在有证据啊，无去报诶所在就无证据啊。但是。 他们两个有缘，但讲这个故事，我那对他来，我方面的意见是啥物？真实的对平生啊，今个个是安那有无？无。所以第一，咱必定重视无方便啊。如果咱个大来，拢同款，而且做个乱，做个混乱。第二，咱嘛知影实际啊不平命是咱有外口人来讲不平，才袂歹啊，有一两百人伫遮，但是。 伊会比政治、顶管政策、顶管顶足侪啥物门槛，那个好重啊！哦，
阮讲倒爱偌济人，啊，啥物连厝爱要偌济人安怎？咱毋知影有甲咱共心的人伫倒位啊？我讲安尼个，啊是要安怎咧敲电话？啊是要传简讯？啊是要去 Facebook？ 去 Facebook 顶管你嘛爱有出名的人啊？哦，比如讲啥物苏金昌啊，啊是蔡英文啊，即个交流三四十万人。咱一般的人，这比顶管有落差啊？咱讲真正会当去换麦克风无啊？人讲迄口音，咱真正会当口音，迄口音头前我嘛有讲，因为我家己是广播电台，广播电台都已经有开过啊，我是电视安怎开？我直接讲啊，头前一间房间，那间房间有比在恁坐啊，伊甲你讲，伊先甲你讲过。啊！即个来报，即个叫啥物名？问你要食无爱食？有诶，搁边搁有独立一个。即款怪胎粉丝，我个人也想讲，奇怪，三日讲诶，可能是人家迄个，因为这不符合道理嘛。因为咱看即个人用三日，一定有人要抢嘛。TVS 嘛，一定有要来抢嘛。啥物抢诶人拢伫我道理吧？真简单嘛。刚刚要抢诶人。即我有几年，我未使看电视，无嘛。所以路径是伫遐，叫有拆掉，伫遐叫有拆掉。电话嘛，卡来时阵冻掉个呀，你袂当接入去个。袂当接入去，表现出来个面皮都无共款。啊，即块有明显无？有拢做明显啊。咱定来你看电视，可能是做做面台个时阵，三台做片拢无共款，四台做片拢无共款，你奇怪。到第第五层个差距，个贵度嘛。所以咱头个讲。第一，资讯的落差；第二，咱嘛无一个真容易去呼朋引伴的工具，包括媒体。第三，咱要自证的时阵，咱要表达咱的意见的过程，咱会经过平平的过路嘛？包括各位，你敢知影？民调，民调有几个会使过路的？第一。真正的精英，你讲是歹势啦吼。不过一般咱来讲，有承担伫家庭内底经济责任的人，算是迄个家庭伊个一个因素。我倒因为伊咧拍拼，所以伊讲袂遐大声。迄个人大部分呢，拢接袂着民调，我讲安尼对无？因为民调伊拢是拜到拜五，暗时啊六点到十点嘛。迄段时间，他袂讲我毋捌连厝啊。我咧常常去咧加班，并且咧应酬，伫交通宾馆咧，伫交通宾馆。即摆因为虽然咱讲有做电话有变样化，不过你若是敲电话去厝面，敢若是住面嘛？是啥物住？中华电视。但是真侪人通电话拢咪用移动电话啊，移动电话未使特别去民调去内底啊，做第二，第二时间。啊，迄段时间，头我讲诶，暗时六点到十点，台湾人呢吼，大家较畏寒。啊，伊若讲话，搁用华语讲诶吼，我们是 TVBS 的民调公司，你一听到我什么讲话，应该讲，买你到了楼梯，你奶奶找到老板过来咧，我们当然足惊这种差事的对。所以别讲吼，讲啥物话叫做地咯，根本唔敢讲。所以你讲要做台民调，比这个做这比咱们贵多咯。那是咱家己因为心肝头骨一个叫做咱家己主动过过路在害。啊，佫有一种叫做啥？即摆各位毋知知影无？虽然你是讲华电信啊，不过即摆有一种叫电话公司，有无？电话公司甲你讲讲吼，你若来互我办，即摆我即摆是毋知偌侪钱啊吼。譬如讲，市话一分钟一块来讲，伊讲我会零点九，我较俗着对。做真侪人都透过这个市的东西啊，电话公司，即摆咧做民调有升级，伊嘛是去绑即款市的东西啊。啊，结果咧，经过两年了后，大家知影，我著去绑这个市的东西，我一届，我绑两百通、五百通，全部拢同转接的，同个拢到伊遐去，啊到伊遐去，拢嘛同款，同一个人接啊，变变，所以。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工具，
来当有人咯，哦，来当可以，来当看过做，或做了这侪这侪活。啊，其实咱人都是伫较幼咯，诶，这个自信的过路，啊，甲集结诶自我过路的过程，咱感觉变啊真无力。我讲在了交一个男朋友，伊自细汉因为是老爸中下腿，所以伊拢自细汉就破伤一部。我袂到八单，两八单过程中唔到忘记，听到咱名个只样叫结婚来，我到青梅竹马，高中同班同学，我有分手无悲哀，但来为着讲，一七年还是1999年我有讲吼，我看到迄个警察诶，迄间迄间是啥？有啥物红帮吼，吼红门吼，青帮啦吼，因伫迄个中，我本来在第一讲是伫迄个中正纪念堂四月七号，我有办者，足大型个靠门有无？靠一边啦吼，啊所以。迄阵1999年时候，学生啊都收国旗，啊创在安那底，我袂得啊。总个面拢面起脸前，我要跪个呀。我是毋知跪红地头前，还是跪啥物头前，我无跪过。啊，早起啊个班啊，啊叫迄个记者来翕，我看到咧，因为材料你有带着啊。我就较装袂入去，啊但是拄啊迄张相翕出来，想我到边啊。我甲我男朋友讲，迄啥物某物人咧拍人咧？伊讲无啊，我咩无，我伫现场你有问题嘛？伊讲报告啥无啊？我讲你是相信报告，你相信我，我问你，我有必要拍到才叫报告咧？啊，你讲报告讲白咧，讲刚刚我开个始终包来电话，哈哈哈，我上一次咧讲，我讲咧就是讲。咱过去当然即摆是较好啦吼，过去咱看到迄个字用印刷机拍出来，啊，甲你用迄个钢刻吼，铅笔字写，铅笔字写会较无正确，你知无？拍字拍出来会较正确，干啥呢？布料出来更加正确，布料另外更有商品，更加正确。后来呢，迄间像李彦秋迄款安尼，材料要求不单纯，因为味道，哦。啊，不管伊是因为辅助写还是去做师大还是大平，就不管，就是安尼，真正真细正来出果教出来，用真温柔一句一句安尼甲你讲的话，绝对袂骗人的啦。你讲啥就会骗人，你讲怕死我都不相信。啊，都骗人，我讲再温柔了，只讲的，你讲袂出来，你讲啥的，讲袂出来，像我这样来去讲啥，你说啥，在不在都袂在，不相信都袂在，你太现实了。什么？我看现在大家很少用广告。啊，你两个都没在，想要你搞搞，你搞搞去 TVBS 去做主播，好，那你去做主播，还要搞带路滚，都没有钱，你干嘛未来是主编呢？想吗？想要当白花头，就别当那个光棍仔。我讲的是讲，比这个过程中，无管是用代表来甲咱喊话。我们是自信的对比，也是因为咱的感官。咱厝边隔壁有一个人，迄个是妈祖，妈祖生人，咱官无千里官无十万，即款的人咱有可能是歹人，大生人诶。咱若厝边有啥物偷烧，啥物偷烧银锣吼，吼囡仔你发烧去找伊3000-5000，咱有哪摕？这款人，那有可能是歹人。你国民党在做这款人，难怪吼，辛苦有五十几个人，比3000-5000吼还较侪人较笨。我嘛分袂清楚讲，到底有哪两个歹人比这个社会是要哪分啊？你常常用一个系统性，咱讲叫做结构性，会贪污啊。一个人入去了，五日五十日，但是人伊当阵来到因厝，铺油做咯啊。特别若是迄、那个过年哦，冬节时阵，咱有摊请给伊话，
我们这个亏了比用几千多几万多亲像那个啥台中台中那个那个啥呢眼睛飘了到今天我们怕是吧我们雄性眼睛开始拍了然后一拍了你想让大家在外面回来听话没有够没有够那么够真奇怪哈以前在这台做事我去求我在英语我在边的英语讲英语讲所以我这边在讲的是说不要做就是在你混乱爱无精则时跟我们的感官是会下来的就是我们偏向雄性温柔的人对不对我们雄性生了头发的素风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人对不对咱相信真温柔的人讲的话，咱相信穿衫是必杀讲的话，咱相信伊是读书讲的话，咱相信伊是向正义调讲的话。我老爸拄到有一间，讲这个一个单中吼，伊咧拍篮球啊，目睭拢看，讲邀请两位人讲，伊这个会去吼正比分者，请两位有恁两位两位，啊讲去请的吼。这个起调来，国民党起调，讲安尼就无好，毕竟包括政治影响。不过迄个李伟吼，今年我们算起调，今年要算，你知影？会啥啥？我欲甲国民党补充，伫这个情形之下，毋是咱讲的，咱讲，咱人民做主人，咱有真正会当做主人。我欲讲一个呢，等下大家来开放。前阵仔我有一个朋友做刷饼，啊，大家若有咧上班无，就知影吼。迄阵也是日本啊，日本迄个食材料，咱足侪钱拢捐互啥物人？因为袂当直接捐嘛，咱捐互中华民国安息基金。不然这样，我发现讲从三亿到四亿块，到四亿块，是四亿块五亿块，讲钱拢阿得退出去啦。啊，讲伊个惯习，讲伊个钱有分配啦。我想讲，已经到四五年底啊，钱拢要摕出去，再分再要配。哦，我大家就去熟悉伫做安尼，讲迄个安息基金，咱拿就去监督。但是讲我要来讲，人民的力量，敢若会当做甲把这件代志压出来安尼？到尾也是安怎个？到尾结果我甲各位讲，毋是安息基金去想要监督。是一款本来就比红十字会搁较俗的小的社会福利的团体，去受着比过去搁较严厉的监督。我死啊！我死啊！对啊，死啊！这个是安尼啊，这个是人民的力量。咱即摆做梦见到的是讲，人民的力量为虾米？比如说像是金，一个人民去医疗，只要伊搁去三生。另外一个专制的政府会搁出来，一个人民的这个吼，安尼较清了，变到造就另外一个吼，咱讲是无好的法律，伊搁会去跟这执行，为虾米？包括前阵啊，中科三期嘛，不明嘛，公环评啊，吼、啊这个法院的两行政法院一个撤销。讲这个环评，哦，伊个结果行政院嘛，佫倒出来讲话啊。伊讲啥？伊讲撤销环评的结果，不代表立即停工啊。你搞我骗笑诶！当初是有啥物环评？环评就是讲任何一个大型的开发，伊要经过环境的评估。偷鬼了，又在当时间，啊！你为着你想偷，你想偷哦？啊！只怕你拢宽平，因为无通过是无通过，但是无代表停工，所以天正一块在工厂，伊讲吼，新的那个人工啊，但是已经停工的继续为表内，我们走先，我不开始讲了，我开始来呢，我们走先呢吼。这个大的财团对小的政府讲，现在财团也咧不爱台湾，走去中国，造成大批的人民搁在死，等等，是个，所以呢，吼，袂使停工，
不过，那是甲公益、甲公益有关系的代志吼。
我是甲各位讲，宽慰者呢吼，即摆嘛毋是，我讲真认真歹做，宽慰者嘛无好做。因爱安怎？因其实是爱静静啊，用因的宽点，吼、哦、啊，最后这件代志，当初才有讲算了，安尼就无代志。但是，咱有出大无过，咱有出大。我同我讲，只要不是公益，就是讲不是干那你出人的代志啊，这是大家的代志。其实伊个安尼，我比如个点，这是真无真惊，真惊呀呀，要亏我的点哦。所以呢，你早点叫我勇敢，开始我准备我卡出来，到了早点叫我勇敢。你来考虑，我无当时安怎安起来？当勇敢了，无计了一片啦。那安尼就无路啊吼，即选择。但是你若赢，你若唔赢，在时阵有一款叫做公众的证明。公众的证明变来伫底，头先咱讲所有的代志，其实咱有当倒先讲。因为伫卡米亚头前会讲好话，你要告伊的时阵，你唔敢的时阵，你就去找卡米亚伫个所在。你叫卡米亚去找伊，你去找伊就无效。啊，真个，我叫卡米亚去找伊就真简单啊。你倒有今日伫会所找一个有啊吼，或者你去找一个有啊。所以，今个要讲的就是讲。我们万谈的要出单，要出单，咱拢有在提用，因为我感觉真便宜啦吼。因为虽然咱有头个讲门票也好，进钱也好，然后啥物也好，其实每一个人的入票价，但是因为已经行到民主时代，每一个人的入票拢无全多好，拢同款的对。比如即个，你会选了，你个啥物，会不会有位民进党偏向出来？我想打反对，你看。鲁秀莲的水平可以去加回来的啦，那这个是讲咱在讲差价嘛，哦，但是呢，就是因为民主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立场，我们全拢同款的证明，咱都要利用所谓公共的正义、公众的正义啊，公众的正义，就是讲比大家都前都正义啊，比康利来都前都正义啊，所以。你若万一要告人，你若要受害，你若无要对人暗来压住，找一群人，找卡米拉，有赢的机会，安尼好无？好，我跟咱补充一下吼，因为伊吼是伫两年前我甲陈文林弄宴会吼，啊，结束家己爬无好势滑倒吼。啊，就当上啊，蔡英文迄句讲，我这是暴力分子。哦，啊，即摆已经发现吼，到高院啊，在警察拢爱撤职，因拢做伪证。啊，所以我是等下伊做状况的时，我要甲提出这条吼、哦，我要由阮秘书长啊，伊的这个作为吼，啊，来甲解释一下安尼啦。好，所以这是李哥啦，哦，阿门，你安到底倒了？啊，唔知影个，唔知影个其他个，去一下该会的主持坐来休假吼。哦啊，马永光是做，哇哇、啊，谢谢做哇休假吼，诶、欸，因为可能是过年发烧吼，有人听讲做人要出去来看下吼，这个一波的嘛吼，啊，我有一点我想要请教你吼，这位蔡英文，请问你，好啊，休息吼，诶，姓张吼，我来用公益形容嘛吼，因为我唔是台北人吼。啊，就对对对，交有分应该来交，哦，因为我也是一本本土台湾人，哦，嘿，啊，我做个个请教是讲，蔡英文先生，伫诶顶个月又去澳门访问，啊，我听伊讲，因为确实这个新闻冒出来，
吼、哦，冒出来，吼、哦，外面每日一只，随便夹出来的门当，用请伊这个传播哦，这个胖子小姐吼，阮最新的消息了解吼，你若要参加二零一零年的选举的时候，你只要输150万，你就知影无吼，伊。记者在问的时候，伊拢完全不回应，吼、哦。啊，即种我定来，我会感觉我嘛安尼感觉，定来咧认同即个中华民国吼。人其实即美国伫上海公布枪了后，人美国嘛正式讲啊，全世界哪方面即块土地，人民拢讲台湾，无讲中国。啊，你用？在这个中国体制，叫做你家自称的中华民国，各家刷的状况，还无非你承认的中国嘛吼。所以，我先搞的目标就是讲，这种人是不是咱大家爱去改质疑？请问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你敢讲清楚？我想要请教你一下，谢谢。这位两位有几个问题吼，我嘛无。啊，讲我有在条回答真清楚啦吼。伊伫啥物款的条啊？去互问，才看起来是无相关啦吼。就是讲，伊敢若有一款态度，即款态度是，伊因为咱头先有说讲，伊真有自信嘛吼，所以伊面对人家质疑的时阵，伊爱讲就讲，啊唔讲就唔讲，我想这是伊个个性吼，这是第一点。第二。那有记者问我讲，我若要选总统，有记者问我讲，必输150万票，你知影无？我相信我嘛会回答，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三吼，我要讲一个故事。差不多十日前，我有去找朱西伯的当时叫我面人吼，啊，伊咧讲一件代志，我是讲讲，这难道有机会讲吼，串门听，串门来见？什么款的话呢？伊讲2008年时阵呢，迄阵总统选举以外，还阁有一个公投嘛吼。迄个公投虽然无过，不过公投的票加起来是赢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一票。伊认为怎样平安方式？为什么台人比这个对伊来讲是危机存亡？因为那不无就真正无啊吼，一定会麻烦。像我即阵，伊来这里边开放出来的文读、统读、精读、通通读，一直读，一路走来始终都是读。为什么？为什么包括阿扁啊在内，伊只要若是伫东京会？来教会，哦，带来人民，用来教会穿条很蛮贵的，台湾就这里，台湾就要过半数，对吧？那大家会有老半数，为什么穿英文？一直开始有时阵，伊去拜访的对象是台湾人民，那你叫我从上一群台湾人民站，走出来。投票，吼，都出来，那投票都出来支持，串门。这我想我是平均啦，吼，这已经不都看到才有票。但是我认为比七六上，咱定定咧问人讲，你到底是台湾人是中国人？你甲我讲清楚。台湾人。我认为这是真好的七六。为什么？我卖讲台湾人、中国人，咱来讲。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就是台湾人。水，有人话水，话水在等下想看话水在当官啊！我咧讲话就是讲，你若搁一边，我搁一边啊，听有无？今仔日你若讲在边讲你，你是不是中国人？不是，不是，我是台湾人，就当我变成台湾人。很快啦，但是这个是情况问题，不是，不是拢卖朋友。我
是感觉伫七六上吼，应该是要用这款七六。咱即摆毋是干用脚来台湾，用嘴来台湾，用手来台湾，咱来用脚来台湾。所以我要讲很多只，人是动的。你这个只有多难？你感觉东北人可以有理，但不讲伊是干吗？我另外一个多难，伊保持卖讲话，伊感觉较有理，伊就变安尼。所以我就认为讲。主要台湾等于更多的朋友，你等下去想这样代志。这个台湾等于更多，伊是上个有利，你即款来体会啦。我讲，像我讲，你讲你上面来当个朋友，我认为吼，咱拢是身边人，身边人是讲看了一片我都身边人，我要讲的是讲。卖因为听伫你上咧调整人面试，因为咱在安尼调整，爸爸妈妈在安尼调整，上人生，这是我讲过话，人生上个大幸福，就是工业甲事业会当 balance， 会当平衡，我好你嘛好，你好我嘛好，咱大家拢好。只要是安尼的时阵，不是干那你有关机，大家拢有关机。所以，这种当动力更多，这是有利的气氛。我认为这咱必须要发展社畜，啊，个人就是有一寡冰冷滔滔然后去冰冷，这我个人的意见。这个当然，那去不咱的那个不咱的够麻烦，你爱不爱我？你多读起来，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分钟就说爱我？为什么第一次不爱我？我就知道你就是不爱我。没有啊，我也有很爱啊。你没有每天都爱，你没有常常爱，你就是不爱。看，冲着高位在造冤啊！所以，咱将心比心嘛，吼、哦，状况嘛，啊，咱两个人是真，真两个人变了行。啊，我再等来，人变蛋，啊，什么人变来没？我感觉做咱个上通吼，无你看，咱有一寡代志，搁较轻巧做，做也是有无吼？来，做也是有问题，来请。哎，叫我小弟要，啊，送我来，我唔讲，送我小弟来了。哎，我是迄个大姨哦，快老乡起来啦，啊，我本身哦是出国哦。你人你就巴西、巴拉圭，我住十号。啊，我即个是感觉讲，你外国国有一个好个现象，就讲用制度。啊，制度因为吼，我甲代志较会晓规啦。而且讲巴西有一条法律规定，虽然足细，伊嘛是真简单。因为巴西足侪种族伊离开啊，所以即卖就定了种族袂使打，所以讲踢球个人吼，你若人讲人好人真歹，随便爱管。哦，第二波，哦，这就算最多平和。啊，即摆回归到台湾吼，啊，变啊，种种，什么保护机构，什么第一款，我来即摆，你两家便利店铺，健康吼，我话了有，我起诉我们破产的。我想问，这什么社会啊？搞有什么制度？国民党因做了两下久，啊，这拢是一个，我初中也参与过那个老师，哎对。会计法的哦，那张老师了，啊教授，这我都清楚，只要是把迄个制度定好，什么人犯什么，你有选择，那法律拢有迄个责任的，那好嘞。所以讲，咱即摆台湾民政府在成立哦，咱来用上美国迄套真健全的制度，甲定落了，我看安尼较会保险啦吼，以上保险。真的是，啊！不要看这个朋友刚才讲的是，你要不要再再？安尼唔看啊，肯定还无在讲，就变成要紧啦。哦，要你行啊，我开始一点呢，你来上，啊，我回家来坐啊，你拢。不用来讲了。快快快！哈哈哈哈哈。说完这家以后，
我啊，小陈先生，我伫台东来的，啊，我小陈，我到平阳啊，我专门做茶啦。我即摆请教讲，咱在座包括介济咱的同胞拢希望，这个地方政府吼，尤其是马政府，这个马英九，伊本身听伊讲，我有双重国籍，你知？咱苏阿小姐，你看，这个双重国籍，这应该这是真无合理的。啊，敢无法度，咱的立委啦，包括啥物，你讲的。较歹啦，即较济去甲访问，即个敢无法度？啊，佫无完毕。啊，谢谢小姐啊！啊，咱实在感觉讲你真有好话，啊也真有勇敢吼，啊也实在我也感觉讲，啊你讲话时有真侪时，我向着咱这边来看法。啊，我暗想要变看法吼，啊，所以现在我真感觉讲，你实在是讲得真好吼。啊，而且我是感觉啦，实在我咧福建嘛无真容易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你用对真中肯吼，啊，为着讲弃马保台，我想讲台湾咱实在爱照顾啦，所以弃马保台，我认为这是更好更好。这个对啦，啊，另外一个，咱高雄酒的这个酒朋友吼，你酒朋友，伊讲一句话，无论安怎，迄个马英九来救我来，安怎救啦？台湾的文化人啦。啊，我们表示热烈啦，来那个罗先生，你帮我这个，你要我不要？是我讲的哈，我姓罗啦，哈，是为罗哈。啊，我是个是我了解一个建议啦，哈。虽然讲你专场拢用台湾话咧，用咧演讲哈，但是我感觉你的台湾话也可有点需要改进啦，哈。因为我感觉我你讲的拢是照字安尼拍过来，哈。其实我不知你有讲一个讲拍针。台湾人重视啊，爱讲拍针，爱就差足侪吼，所以这个，这是个，啊，做下一个建议哈。那个有时间，较早拢教下个较不错台湾人讲台湾话，你就袂讲，啊，重视讲拍针，哦，谢谢。诶，是啊，小姐你好，我比较我到台湾哦，我小细细看拍字。啊，我想要请教你问题，就是我听你常在讲独立，我请问你要为个独立做？这表示这个独立一定一个保护吼，啊，你要为对独立做，你知影这个主权者是啥物人无？谢谢。我咱问你个啥？啊，你要做回答，答复解决啦，吼，好，谢谢。刚刚一开始就讲三个半，我每年要回答吼，大概咱加到达。哎，为了讲我讲，因为今日能够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哈，跑得了庙，跑不了和尚，所以我想，迄、那个为了我大概少人、少华、少华、少华，哈，那种庙，我想来讲，我嘛有英文名，我英文名叫 So What， So What 人哦，台语意思。哦，啊，这个日本呢，我叫寿嘎，我来干省哦，寿嘎是干嘛呢？寿嘎的是无你是要怎？我叫嘛，一个有一个叫寿嘎，寿嘎就是中地啊，中地人是中书的，不是中年人。范文啊，哈，这个印度范文，哦，一个说话，你讲用智慧，会当教一点的话，所以我嘛感觉袂歹吼，这嘛感觉我人生的希望讲有当得到人生的解脱。第一解脱就是一直走无问题，咁安尼。第二个解脱就是开始有主见，别人甲你反对，啊，无你是要安怎？
第三个阶段是即马中队，你若是问对，你就中队。啊，有可能对了中枢嘛，无一定，但是真正干一干，就是两面必会，但到快乐一点的话，哈，好。所以希望大家记得，可以叫说话，当然是叫说干嘛学噻，叫说话嘛学噻，安尼大家记得。好。所以记得吼，我头摆是讲怕尖呐。我是讲差尖啊，台语差尖，我们的难懂哈。一种是迄个见缝插针差尖嘛哈，就是我用破的旁啊，处于的旁去插那尖。北京哈，做西东嘛有当插尖嘛哈，那是不只有两班什么的旧厂，我两公里的两班叫娱乐班，啊恁的两班叫插尖嘛。哦，跟哪当差尖，所以我第一时我带我我二十岁我在玩蹦，我讲爸爸妈妈拢来啦，啊，但是我暑假有关的哈，啊，所以华裔应该蛮时间来的哈，啊，但是有一届二十岁我的时阵呢，一群朋友比啊，这个麦当劳，啊，就听讲麦当劳门口我讲一句，我都形容讲哦，我跟他讲到我的时阵，弟弟迄个猫扛下遐，唔是讲袂出来，因为我发现讲，看有一句话，伫公众面头前，我无好讲。所以有人讲，我台语有一个真奇怪的腔，我甲各位讲，我真无腔啊。我现在都无腔，因为只吼，他怕副委员去讲太多，只悲悲啊，悲观佮悲观啊。悲天佮悲天啊！迄个书用白话讲出来个物件，啊，再为了解释，讲我再用去日本，啊，所以日本人讲嘛，即种个悲悲啊，我嘛有讲，即人是啥物日本腔，但是无腔啊，啊，无腔个结果，实在是因为都因为不是，啊，虽然说爸爸妈妈从来没讲啊，但我当时我两个人个腔，啊，我有讲，有人朋友在伊高雄济。所以我看对他的那种偏爱，不过像两边，啊，我嘛感觉应该进步啦，这是个就靠哦，所以得上业绩奖。算了哈，现在的单位干部都可以上班。对，你上班没有？我上班都在上班了哈。因为，我上班还在考哈，还在考那个，还在考。先点国籍的问题哈，我感觉是比较不一样的。啊，比较当然有些不一样，爱问民进先。这有一个问题哈，到底台独要对台独入去，感觉嘛是爱问民进先哈。这个屁骂都来，这位朋友，其实我头先来讲回报文书的时候，我就吹破两块。我过去时是。真气民进党，因为我认为民进党是咱理想的向兵啊。民进党呐，家己讲话讲一套做一套的时阵吼，实在是以后啥物人搁会当搁来讲口号，这口号变作新主白咱是大家爱白，这变作新主白，大家为了撇来做差破，那时阵当时要做，要过几年我真正有一干，所以你看我嘛是一变。因为我感觉咱叫真正对待人一点仔感情，一点仔道理都无法度讲，而且唔知对倒位产生了一个怨恨啊！你倒落来解释，啊，伊足想要调啊，所以你看迄个帮助话，伊讲暂时话题，包括学术的问题，其实咱啊，啊，比较强的伊嘛当先讲，但是。这所有拢会伫咧伊人去做总统了，一切都不会好。所以我是认为台湾已经无啥通输啊，无啥通了。你这一件有知吗？你若讲叫我要选，我也是认为卖叫我再变。哦，我想我有看也是该同款，安尼好无？不过我嘛要甲这位阿姨上讲，
我歹势，我以前是自细汉叫惯势，其实我嘛是误会啦吼。我要甲各位讲，咱来像我安尼温顺来讲，咱卖喝卖叫嫖，哎，千万不要，千万唔贪。买一个，不是个，绝对买错了。啊，一个，你来都没有，边个十个人，差不多十个人咯，十个人，我讲。任何一个时间，咱想着讲咱咧求爱的时阵，有人讲伊是只狗咯，你若无叫我，你无抱，你哪去？安尼人叫你，无即款代志，一定是讲吼，你是我看到上水的西施啊！哦，我无看到你的时候，我嘛食袂落，一定是好听话。所以鱼仔无法度，伊是来听好听话，伊是来听曲牌。我是认为讲。会当叫哪样叫就叫哪样叫，会当称呼伊先生，最好称呼伊先生。但是，千万万唔通个别为了咱，为了咱个幸福。成功了之后，好不好？哈，各位掌声。咱应该非常感谢咱刘淑华、淑华小姐，把咱做这场这尼啊精彩个演讲。我第一遍听演讲，我倒是才足久啊，廿十档啊。啊，我定定伫个节目内底讲财经问题，伊也提拔足济，啊，足济人若听伊个迄个梦想国家拢来话，啊，若听着我咧啊梦想国家咧表示意见的时候，有人敲电话来，我拢听着你咧讲啥讲啥咧。啊，所以是真甘心，伊为台湾这尼啊拍拼，这尼啊付出啊。那伊当然真失望嘛，甲咱共款拢非常失望，因为李院长实在是不像话。不过咱个主张、咱个主张是无共款。伊李院长若得到政权个时，伊出袂台湾人，台湾人足无奈。当然，伊要出袂台湾人个时吼，咱要知影，李院长要出袂台湾人个时，咱拢毋知。哦，所以我是真痛心，已经真失望，也真痛心。听者讲，我去投票。多谢各位，多谢少华，再度掌声来，好，我有，好，感谢，感谢，感谢，实在是我荣誉哦，阿姨讲的哦，那么也留在心头，非常感动，非常难过，讲这话是真难过，你看对领导已经完全无印象，但是在你客观的地，客观带完你进入。不然分配到我们，还要分配到你们，为台湾拍拼，有必须出国来，哦，台东、花莲、宜兰、高雄，哎，出国真好，来上这课，真感谢，感谢大家，啊，真是真感谢，创造了，多谢，谢谢。好，我们起立，一边，站立。啊，在此也多谢感谢咱这个，啊，咱准备下午餐，啊，你欢喜的心情哦，来有这个中餐，啊，有个分钟课，三点五分钟来一个必要的仪式，啊，就一个这个开会小，所以有个大家的，啊，你古代来拍的啦，西装来穿的啦，啊，这是咱。真好的机会，